诸位法师，诸位同修，大家新年好。念佛往生，我能做得到吗？这个题目是前几天在台湾讲的，今天到马来西亚跟诸位同修新年团聚，要我说几句话，我想想还是说这个老话，念佛往生，我能做得到吗？这是大事，不是小事，是大问题，不是小问题。一生的成就，全靠自己。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人人有份。即使造无逆十恶的重罪，堕无间地狱，他临终最后一念要是阿弥陀佛，也能往生。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肯定，我们要承担。别人问我，我一定会说我能做得到。凭什么能做到？凭善导大师于四十八愿当中称定称正觉愿第十二愿，光明无量无量第十三愿，寿命无量第十五，诸佛称赞第十七，于生念必生第十八，这个五愿是真实愿。善导大师，许多人都认为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，他说的话就是阿弥陀佛说的话。我相信日本人也相信，那么这五愿跟我们的心、愿、行要相信，要相应。善导大师说得好，他告诉我们，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必须要具持心、愿、行三资粮，念佛才能往生。实实在在的说呢，
四十八愿当中，每一愿意思，无非是令众生具足信、愿、行这三个条件，那就保证你得生。先说信，第十二愿，定称正觉，这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我做佛时，我是阿弥陀佛自称，所有众生，遍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，生我国者，远离分别，记住，把分别的心放下，住根寂静，心里头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清净心现前。这是功夫的力，他能做到六根清净，诸根寂静就是六根清净。若不决定成等正觉，证大涅槃者，不取正觉。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愿愿都兑现了，没有一愿呢是虚愿。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，我们要肯定，我们要汲取。在这个世界当中，念念与阿弥陀佛愿力相应，这样往生你就能做到了。往生者决定成佛。为什么求往生？求成佛。成佛可不简单，多少法门，要多少时间呢？三大阿僧祇劫。可是净土宗一生就成就，真仙弥陀之本性，唯一一成一佛成，广度无边众生，于究竟涅槃。把我们度到什么阶层？达到成佛的阶层。换一句话说，地上菩萨了，才算是成佛。我们在一生当中要成就，第十二愿是保证我们成佛的一愿，保证说，可见这愿实实在在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心髓也。阿弥陀佛的本愿只是为一切众生决定成佛。我们今天遇到了最难得的，要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，成愿成佛。为什么？为度一切众生，一生成就。
我们必须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同。我们才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，将来到极乐世界也跟阿弥陀佛一样，愿相同，行相同，像阿弥陀佛度我们一样，以本愿功德戒引设防一切有缘的众生。为实现这个愿，所以才有十念必生。这一愿是无比殊胜的大愿，第十八愿。众生依这一个愿，最简单最容易又极其圆顿之进入念佛往生，皆可成佛，没有一个不成佛的。愿文当中远离分别，即舍除分别的妄惑，分别代表所有的妄念。众生跟佛差别在此地，妄念是妄心，妄念放下了，真心就现前。真心是什么？真心是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妄想。换一句话说，妄想分别执着要统统放下，用这一句佛号取而代之就对了。了达，了是明了，达是通达，真如就是万法，万法就是真如。是一不是二啊，住根极尽，不生分别，自然圆力持岸，贪嗔痴你就可以放下了。六根同归极尽，身口意极尽，而极尽正是涅槃之离体啊。涅槃说起来很抽象，什么叫涅槃？涅槃就是宇宙的真相。当我们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你所体会到的就是寂静自信本定。自信本定就是涅槃的离体。搞清楚搞明白，它是一桩事情，不是两桩事情。我们可以在这一生成就，只要你肯放下。啊，必须放下。为什么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因为它是虚妄的，它不是真实的。啊，真实的什么？真实是极尽。涅槃的离体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
真心，极尽是真心，用真心不用妄心，跟阿弥陀佛同心同德，这才能成就，这才能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。所以能不能接近，我们这个心能不能定下来，能不能静下来，自己有把握，肯放下，就成功了。自己的信心自然就具足了。由于原理分别妄想，诸根极尽，契入涅槃之理。敬业行人要信，只要发愿求生，定能往生自信本具的极乐世界。特别注意到自信本具的这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，是真心变现的，阿弥陀佛的真心变现的。我们只要用真心，不要用妄心，极乐世界就现前了。阿弥陀佛所现的极乐世界跟我们自信所现的世界完全相同，是一不是二，道理在此地啊。信佛语，佛愿真实不虚，信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信西方真实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信极乐世界不出现前一念心心之外，因为心外无法，这几句话说得很简单，很概要，它是事实真相。没有丝毫虚假。我们为什么放不下？没有见到事实真相，所以放不下。见到事实真相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啊，所以佛的话要当真，不是骗人的。佛没有理由骗人，佛希望你早早成佛，跟他一样，永远脱离六道轮回的苦海。这是佛伟大的愿望。佛成佛了，为的是什么？就为的是这桩事情。临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众生在一生当中圆满成就佛道，这是佛的本愿。啊，所以要信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
信西方真实有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。这是四啊，什么道理？那就是要相信下面所说的，极乐世界不出现现前，一念心性。佛告诉我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心里什么都不想了，就是大涅槃，就是发生一切去。啊，发生能现报身，能现十法界，极乐世界也是这个法身所现的。这些事理要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真相性没有怀疑了，自自然然你就能万缘放下。对这个世界不再有任何留恋，轻而易举的就放下了，放下就得大自在，放下之后你就敢承担我有把握往生。这句话是你说的真话，不是欺骗别人，更不是欺骗自己。这里头有理有事，理事都圆满，所以大师在此地说得好，信极乐世界不出现前一念心性之外。一念心性现极乐世界，现阿弥陀佛。为什么？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世尊经教里这些话都是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了生死出三界的，真言呢，经句我们常常放在心上，前面不是说过吗？不能放在心上，要放在心上，这是过程。我们现在功夫不到家，如果不把佛的教诲放在心上，心里的妄念止不住啊，还是妄想、分别、执着现前。如果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常常现前，极乐世界去不成了。为什么？我们一念心性跟他不相应，
一念心性，极乐世界真有。是我自信变现出来的，弥陀自信跟我自信是一个心，不是两个自信，这一点很重要啊。同时也是你的心，也是他的心，也是一切万物的心啊，动物有心性，植物、矿物有法性。单单讲心就是一个，一切法都是这个心所现的。它不现，一无所有啊。它出现，无量无边的。十方三世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一切法就这一个自性，一念心性变现出来的。这里头包括有极乐世界，包括有阿弥陀佛，包括有十方世界。所有念佛的众生，具足信愿行三个条件，个个都能往生，个个都是阿弥陀佛接引的对象。我们不在外啊，要毫无疑惑肯定这句。那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具足真心不怀疑，具足真愿，真想到极乐世界去，这个世界再好我也没有留念，不再留念。我们记住善导大师的话，记住印光大师的教诲，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。往生要做出一个往生的样子给大家看，这就是度化众生无比殊胜的增上缘啊，让他亲自看看。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有这种慈悲心，都现得好像啊，标准的像海鲜老和尚为我们做出究竟圆满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这是我们最近距离时间讲最近三年前的事情，我们不能错过这一次啊！错过这一次，第二次遇到那个时间太长了，
希望我们同学在这一生当中成就这一桩大事啊，对于这个世法世间法随缘，有缘利益众生要做，不利于众生决定不能做。好，今天我就讲到此地，谢谢大家，祝福大家新年要进步。好，谢谢。